主席，我以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主席身份，提交本年度的工作報告，並簡述幾項重點工作。在2018至2019年度，公務員編制會增加6700個職位，事務委員會對此表示歡迎。委員希望新增的常額職位可進一步削減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工的數目。事務委員會繼續積極跟進政府當局延長公務員服務年期的最新情況。行政長官在2017年施政報告中宣布，重新研究讓2000年6月1日至2015年5月31日期間入職的現職公務員可自願選擇延長退休，以應付香港人口高齡化及勞動人口萎縮所帶來的挑戰。公務員事務局已於今年的2月20日至4月30日展開諮詢，就該項措施的擬議執行框架收集職方及職系部門管方的意見，並收到470份意見書。事務委員會亦就該項措施諮詢公務員的職工會、員工協會及公眾人士，共收到19份意見書。政府當局在研究收集到的意見後，已在上星期公布執行細節，並預期今年7月落實推行該項措施。政府當局會定期向事務委員會匯報為公務員提供培訓和發展的概況。本年度有委員認為，公務員事務局應加強公務員的培訓，特別是有關國家事務、基本法及涵蓋中國憲法與基本法的關係等的培訓。而由於行政長官已在施政報告中表示會增撥資源，把香港發展成智慧城市，改善市民生活，令香港成為更宜居城市，委員普遍認為政府當局應加大力度為公務員舉辦更多相關的課程，例如應用大數據和創新科技，改善部門的服務效率和質素。此外，委員亦歡迎行政長官就設立一所公務員學院的建議。委員察悉，政府當局大致找到適合的地點興建公務員學院，並正展開進一步規劃、研究及跟進。主席，事務委員會的工作已在書面報告中詳細交代，本人謹此陳辭。